every month I die.重新再来，再一次吧，情绪啊！对我人生其实有了非常大的改变，就是我们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有一个寄托，就我还有团战，然后他又可以让我们感觉到，就是你有某种意义。他在我心里面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支柱，因为他带给我很多一些不同的目标，要让我去征服他、追求他、完成这个，就像是一个梦想去完成他这样。你必须学习到玩乐团不只对你自己负责，你也必须对别人负责，因为乐团是大家的嘛。变成说一种像是我们的事业一样，你会发现每天都一直在努力的往前进，然后你每天都会有你想要做、你值得你去做的事情，然后你的人生会更有想法。我想这也是玩乐中让我感受到一个很骄傲的地方吧。有时候白话点不是很好，我他妈的就是不想再听到，叫你闭嘴。我有点情绪崩溃了。对啊，我就是叫你闭嘴啊！你一直讲，我不想听啊。一定是 Fast and Furious 嘛，序曲嘛。第二首嘞，第二首我比较偏向 Until the Line， 我真的比较偏向 Until the Line。我们再看一二三四嘛，比较重要。Fast and Furious， Shadow of Grey， Shadow of Grey 后面接。接 Fearless， 等。This is a substrata of society, as it were, because of what? A hard alternative, new metal, and a new wave of this is a good idea. Fight on! The metal will make me feel some power and stimulating elements. It can make you have a sense of your own feelings. It can make you feel your在于练团、听歌，然后你可以忘记你所有的压力。它陪伴着我很多人生不同的阶段，像是我一些比较低潮时期的时候，还有遇到一些挫折。我觉得它的节奏性很强烈，然后它不矫情、不拖泥带水，它的情绪非常直线。我也把我自己的情绪投身在里面。这个东西是不会背叛你，但你又是非常的喜欢它，所以重金属对我来讲应该是精神上一种寄托，他其实已经有在一些我心理上的层面安抚我许多了，证明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朋友。我想他是我的血液，他充斥在我的身体，他早就已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。